67岁嘛，嗯，但是呢，你看这个肿瘤这么大，嗯，这黑色的就是肿瘤，嗯，然后这个点儿就是旁边的纵隔淋巴结有转移，所以这种情况就局部晚期，啊，从临床的角度判断。所以现在呢，你说我做手术，那手术容易啊，切这个瘤子比这个再大的瘤子切也容易，嗯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治疗它，要追求让它活得长，活得好，对，那么就不能单纯靠手术解决问题，就要先药物治疗，我们医学叫新辅助，先用药了把这个瘤子缩小，把那些看肉眼或者这些检查看不到的肿瘤细胞都杀死，然后再做手术把这个切掉，然后再用药再来杀全身看不到的肿瘤，这样的话呢才能有可能让它活得更长，让它甚至完全治好，才有这样的机会。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不能一上来就做手术啊，这个是直接，所以我们治疗肿瘤根本的目的呢就是让它活得长活得好，那可能对啊，因为我就觉得现在直接开刀会不会后期的那个伤害比较大，恢复也比较慢，它不是恢复的问题，其实60-70岁它手术的耐受性，嗯，大多数人是没问题，就是他平时心肺功能好，走来走去啊这些都好的话，这个手术他一般都能耐受的，这个是手术的创伤问题。但更重要的是我刚才给你讲的，就是考虑他的肿瘤治疗的效果啊，让他活得长，活得甚至完全治好，这个是第一位的。